其实少不了我。木炭工厂老板所有冠军茶农用龙眼木炭手工焙茶，做出来的茶香带有清淡的龙眼蜜香，而且它的茶韵更醇厚。不过顶级龙眼的木炭市面应该是缺货，他要我们去找冠军茶农熊哥，他那边呢，应该还有存货。到了没啊？再往前走了，可以在太阳下山直接抵达。我们都走了这么久了，别说是一座茶园，连一个农舍跟人影都没有。林子健，你确定你没有走错路？我用手机导航的，哎，不会有错的。哎，怎么没有讯号？啊？喂，我们定位在一个小时前哎，都没讯号，你都不知道哦。奇怪。会不会是在山腰的时候断讯？所以我们刚刚是白白走了一个小时的路。吴子健，你怎么那么不靠谱啊？你看我们现在在哪里，我们都不知道啦。小姐，你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啦？虽然断讯了，但我方向不会有错啦。一小时前有看过地图，都记在这里。你这么不靠谱，还要别人对你有信心？你上去找树爷是不是迷路？我不知道，我笨到相信你跟你来。随便你要不要跟上来？再见。你都带我来了，还不要我跟上？你最好负责安全，送我下山哦。好啦好啦，如果没意外的话，继续往前走，碰到岔路，岔路右转之后就是了。你信我的话就跟上，不信我的话就自己走吧。最好走对哦，再走错你就死定了。放心了，走了啦，天黑之前一定会到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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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饭开饭，快来吃啊！我现在带你带你到这里，来来来来，跟着跟着。啊，子健呢？麦哥，我们出来吃饭。哦，子健有打电话跟我说，他要跟雨游去山上找木炭，今天晚上就不回来吃饭了。去山上采木炭？雨游啊。子健最近哦，在雨楼要参加什么咖啡大赛啦，规工咧舞东舞西啦，我们做什么无同款的咖啡啊？对喂，这个子健哦实在不够认真呢，我实在就希望讲哦，伊拢有一个好的成绩。什么希望？一定爱有好成绩。啊对。啊，不我钱就了去。嗯。子健，你是安怎？你伫想啥？啊，对，拄则就看你安尼油头甲面。身体不爽快哦？无啦，小梁啊，还有老庆官无？安怎？啊？啊，我哪发烧无？我问看麦。有啊。妈，我无发烧啦，我代志。真正无咧。妈，恋爱症候群是不发烧的。子涵啊。什么是恋爱症候群啊？大哥，我猜你是跟千惠吵架了，对吧？哎，没事，这吵架是恋爱的加温器嘛。小吵小爱，大吵大爱，越吵越爱啊！吵得呼吸急促，吵得头昏脑胀，吵得心急如焚，吵得……你在讲什么啦？吵得天荒地老，吵到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之后啊，这个爱就会大喷发，砰砰砰！吴子安，你都会有这些笑话啦？子良啊。你早起呐吼，永远有几工啊心情不好，啊，咱做查甫囡啊，大气一点，吼，别太计较，啊。对，就像你爸一样，这是你爸爸维持30年幸福婚姻的经验。我就跟你们说，我跟千惠，我。算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吃饱。那你走哈，什么都没叮当着，什么吃饱了？这绝对是吵架了啦！你点点呐，紧吃啦！我回房间了。
喂，秋月啊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等雨柔啊，这孩子真是的，说要跟吴子健研发什么咖啡，这么晚了，都几点了还没回家？哎，雨柔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她自己会照顾自己的啦。既然自己会照顾自己，就不应该让家人担心。这么晚了，哎，一个女孩子耶。你要担心的话，给雨柔打个电话，要不然我去咖啡园看一看嘛。哎呀，这孩子真是的，为什么要害我变成一个控制狂的妈妈？你慢慢犹豫吧，我先去洗澡了啊。哎呦，哎呀。谁说天黑以前就到了啦？让我再找一下嘛。就没讯号，找你找啦。山上的讯号本来就这样断断续续的啊，说不定等下哪个角度我就收到讯号了，也许我们就有救了、啊。干嘛啦？鬼啊！是虫子，不是鬼啦。世界上比鬼还可怕，就笨蛋。我就是笨蛋才会相信你啊。你可以不要再抱怨了好吗？一路上走过来都是你嫌东嫌西的声音，烦不烦啊？害我判断失准。我手机快没电了，你手机有没有电啊？放心啦，自从上次在你身上迷路之后，我就随身带着行动电源。啊？他好像怪怪的。从现在开始，听我的，听你的。对，再继续让你导航，我们就永远在这里鬼打墙了。现在手机打开，打一二，讯号不好还有机会接通，快啦！好了好了，我打了我打了。哎、欸、有讯号了、欸，快接啊！喂妈，吴子健，今晚都几点？妈跟我们等啊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人在，听得到吗？喂，喂妈。喂，我妈怎么刚好挑到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？没电了。妈咪，妈咪，喂，雨柔，你现在人在哪？妈咪，我们在山上，但是我们现在，哎，雨柔。雨柔，喂，喂，喂，啊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你妈咪怎么跟我妈一样，把我们电池都打没电？我只能见怎么办啦？哎，绝对不是我野兽。林雨柔，你不要吓人啦！你没听过人吓人会吓死人吗？吓你刚好，我怎么会答应跟你来爬山啊？哎、欸，等我一下啦！哎哎哎，我跑干嘛啦？你看这是什么？怎么样，找到雨柔吗？要我去接她吗？哎呦，我刚有打通，讲没两句就断了，然后我再打就收不到讯号，都不通了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你不要乱想啦，他跟子健在一起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要不然你打个电话到吴家去问问看嘛。嗯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。讲一句就给他挂掉，还过来就卡未通。
这个囡仔规工啊做些咩咖啡梦，做到这么几点还佫唔回来，才要烦恼死。啊，你囡仔人就较晚回来，你嘛莫遐尔啊紧张。你袂紧张？你老爸呢？佮即摆袂回来呢？甚物去山上找木炭？你无咧看电视啊？迄唔捌路的人伫咧山上咧山难呢，反正佮拄着甚物毒蛇。你嘛莫讲到遐尔啊严重着啊！你是怎？看来看来，这你接来。自以为是，小查某，真相。吃完了。哎，秋月啊。哎，德超是你啊？我是富康啦。富康啊。啊，你还用秋月的电话？就，哎呀，秋月要我用他的电话打电话给春花，没想到是你接的。他们两个还真不是普通的有默契呢。富康啊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找雨柔啊？嗯，我们也在找子倩啊。对啊，他的电话都联络不到人呢。他们两个说要到山上去找木炭，这摆电话拢卡不通，会不会出事情啊？冷吗？你要不要坐过来抱着取暖呢？你现在说这个对吗？下流哎！哎，你想哪里去了？我是看你冷得发抖，才这样问你的。如果你关心我冷不冷的话，应该学偶像剧的男主角，把你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保暖吧。我不好意思哦，本人也怕冷，不提供这种服务。倒是你，你怎么不学一学偶像剧女主角温柔体贴啊？说不定我还会这么做呢。不好意思哦，我的温柔体贴是用在正常人身上，不是用在路痴身上。小姐，好歹这间公寮还是我发现的，不然你现在人还在外面冷。对对对对，我真的要好好跟你说声谢谢。要不是你，我真的不知道不能跟路痴一起上山。要不要吃巧克力？